我们小朋友都是天生的诗人，白鹭的翅膀和风交流才是诗。我看见很多植物和动物。 12岁，什么是露水？雨过天晴之后的泪水。什么是天？鸟可以划破的地方。什么是地？每个人梦里走过的地方。 你这身衣服好帅气啊！给我们民族服饰，是不是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着装啊？是的，是吧？你这个袋子，这个叫一个英雄袋，只是在庆祝活动的或有些重大的场合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啊，有点腼腆，小伙子啊，谢谢你啊，谢谢。 您这身衣服是自己买过来的？我看您戴着这个很漂亮。哦，是买的，贵的。哎，这个有点贵。哦，有点贵的。能感觉得出来？你看我的手掂着，这是纯银的，是吧？你看这只是不是银子了吗？纯银的。啊。包括这些宝石。这个是石头。石头啊，很漂亮。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啊，再见，再见啊，真的很好看啊，这服装，而且那个他戴的那个项链。 就下边那个银的编成的一个链子，我一掂特别重，但是真的是太美了，太漂亮。衣袖文创设计项目团队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和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组成。昨天他们去两位绣娘家中探访，感受蕴含在这一针一线中的情真意切。今天他们来到衣袖培训班的现场，看看他们。 有哪些新的发现、新的灵感？咱们有多少绣娘在这儿？今天？有40多个人。现在有些都还没到。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共性里头的个性，每一个人的装饰都不一样，找他们的美。精细的话，把它包边儿，也好看，是吧？对对。好，有好多绣娘，那我们怎么能把设计结合当代设计、现代的流行设计，给它展开，落到实处，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落地的产品？希望这个能够对大凉山的这个绣娘和家庭有一个帮助。咱们请阿迪老师给咱们讲一讲。这个衣袖呢，这个是。 这个就是马齿纹，马齿纹，这个很好看，做的大小不一样。这个是最小，这个是最大。对，这个一般是放在服装的什么地方呢？这个发到我们彝族服装里可以，发到包包啊，都是包包哦的哪里都可以发。你们也可以找个花纹，可以学一学。尤其最下边，那我就找几个片来。就是扎的那一针是在布边里边出来的时候，在布边正好那个边儿。所以你找到这个规律了，你就用开就好了。我觉得我有一个特点是。 比较能够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手里的工作。其实，我可能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性子比较急，而且会比较粗心的一个人。就是学了服装专业之后呢，就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性格。
慢慢的心性也被磨练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越来越有耐心了。哎，你有几个孩子啊？四个孩子。哎呀，真好。平常来这儿来绣这个花的时间多吗？反正是不多。不多是吧？四个孩子也是很累的，很忙的。这个学了多长时间？这个学了好几天了。哦，那我看看，你这绣的还挺好的。这个正在绣的是衣服还是一个什么？他们现在小孩子背带。哦，是个背带。那打开我们看看你这个背带吧。这个怎么背法呢？这个小娃娃的背带这样子背。来，然后直接就背上了。对，这跳腿上，然后就掉下来了。对，这样子背。给你们背一个。对。这个是不是背在你背上的？是不是背在后背的？来，我看看。哎呦，真好！这样子背的，真好看。这个你看，你们看一看，好看吗？好看，好看，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家家都这么背，对，家家都这么背，所以他们这个绣最美的是给宝宝背的这个背带的是最好看的。你看这个多简洁，就是一片儿，但是这个我们做文创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就是又简单，又好看，而且还又实用。实际上有很多现在的一些作品，你就要考虑，就是既好携带，又好用，还有好看。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符合这个功能性加装饰性，是吧？老师要开始发订单了，看谁的作业好。还没做作业的。过来揪了，这个修好的可以拿来揪了。这个是睡得很好，可以让他回给。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教你啊，我教你这个是，还是个出来的。这是你自己做的吗？是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啊，就是要么小的年纪，就是你看做出来这样做都是很好了，这个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以后做那个订单衣服啊什么，就是下次都一样做啊。这是培训加订单的模式，绣娘经过老师的测评后可以签订合同接收订单，他们可以用移绣技能，用自己的双手增加收入，增加自信，增加生活的色彩。每个小朋友都有很丰富的想象力，这个很动人。如果我是奶奶，我可以照顾自己，可以做很多的活儿。今天呢，张老师有一堂课啊，去听听张老师上课的情况。这两天，孩子们了解了什么是诗，还画了自画像。正在学着从日常的生活中发现那些不日常，发现诗歌的美。今天上课，孩子们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哎，谢谢可爱的孩子们正在打扫卫生。我这背着书包也像来上学的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小时候的上学的感觉了。早，哎，早。各位老师，我坐哪儿合适？你看我这学生，坐最后一排是吧？是，对，坐前面挡视线是吧？哇，这么多彩笔！杨文俊，上次挺难猜的。同学们，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啊，我们现在来让大家想一想男同学和女同学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我们想到的这些关键词写到黑板上。男孩跟女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同学们，头发不一样。来，头发。力量，身高。力量很好。然后呢，陈中华。名字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很好。饭量不一样，哎。男孩来，男孩子调皮，对，金妮特别典型，调皮啊。穿衣服不一样是吧 ？OK， 服饰衣服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这时候女孩回答，有什么事情是男孩可以做，你们不可以做的？有吗？打篮球，晨曦觉得打篮球是男孩子可以做，女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打。哦 ，OK， 足球女生也可以，但你们会带她玩吗？不会，不会，太菜了。OK， 我们反过来哦，男孩子，你想像女孩那么做，或者是别人说你这么做了，别人会说你娘娘腔。跳绳，会，而且还有丢沙包。跳绳丢沙包，别人会觉得你不是男子汉。男生不能丢沙包，不能玩跳绳吗？可以啊。我们发现大家写下很多的关键词，男孩跟女孩都不一样，对吧？今天我们这一节课换过来想，同学们，我们写一首短诗。如果我是男孩，或者如果我是女孩，然后要找一个很美妙的比方。你可以先想下来，我想有很有力量，然后我想像男孩那么跑得那么快，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男孩说，我其实是很臭美的，但是大家不允许我臭美。然后女孩，我想踢足球，都可以。现在开始吧。爸爸一样有力量，可以搬很重的东西。很重的东西是什么？一大捆柴。哦，梳头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吧？因为长长的头发里面可以装很多你的短头发里装不下的梦，还是什么？很温暖，是不是？医生多好，想吗？想。来，写下来。我刚才说，我说那除开这些力量，你还想当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想当医生，我想考上医学院。OK， 我先给同学们念一两个我刚才看到的，他感动了我的几个作业啊。不管我是男生女生，我想拥有强大的脑子，我想考上医学院，太棒了啊！别好，这个很动人。如果我是奶奶，我可以照顾自己。哎呦，如果我是奶奶，我可以照顾自己，可以做很多的活儿，可以自己做饭吃，这样孩子的爸爸妈妈就不用来照顾我了。陈中华同学写陈某人12岁，假如我是女生就可以留长长的头发。假如我是女生，可以留长长的头发，像柳树一样长。长长的头发抱着我，像妈妈一样。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就可以跳舞，穿着漂亮的裙子跳舞，在清晨时跳，在吃饭时跳，在睡觉之前跳。要是我是个男孩，
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帮妈妈洗那破旧的衣服，可以把那天大的洞给填上。假如我是男生，拥有爸爸那样的力气，帮助妈妈做妈妈做不了的事。假如我是舅舅，我会带妹妹去玩，带弟弟去买玩具。下课了啊，课堂笔记，但是有一些是我自己的想法啊。课堂上听到了他们孩子们写的诗，有那么一瞬间心里特别疼，真的很多触动。假如我是外婆，我去天堂的那天才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假如我是妈妈，我不要砍柴，我可以直起腰杆，我可以穿百褶裙。我的声音很细小，只有蚂蚁才能听得到。我的呼吸也很细小，只有花蕊才能闻到。